小拉，看会不会好一点？为什么不能玩真娜？我觉得可以啊。哎，想一下啊，那你可以玩，最好玩亮翼啊，玩亮翼最适合了，超好玩的。玩亮翼，因为第一个，你点闪现疗愈，你逃命能力会比你的队友强，所以你绝对不是战犯，哎，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太雷，咋加拉也可以哎、欸，想一下啊、哦，那你可以，我觉得亮翼是最好选择啦，真的。第一个是因为泰坦达没有逃命能力啊，所以这个比较难玩。莉莉是 OK 啊，玛法里恩也 OK。玛法里恩你就提供队友给补，然后你就站位好一点，然后20点点风暴护盾在后面弹，然后被针对的话13等点冰箱，就是那个寒冰屏障的天赋。哦，虽然很可爱，你声音很可爱，但是很丑啊！你不会，好，没关系，很丑的话，我有另外一个推荐。你可以买这个造型的、啊，你买这个造型之后，你就发现它有超可爱的啊！就游戏就开始了，你看到没？多可爱啊！太可爱了，买20几点闪现，要看状况，闪现也 OK。那护盾呢？因为基本上它不需要，不太需要去闪现一啦，有点太危险。要看组合。像是如果扎加拉是点 G 2 4底吃到三个人，你一定要闪现一上去，把那个藤蔓放在那个 G 2 4底的下方，那三个人就会被绑到，马上被绑到，这个绝对是对面致命的，就是一个关键禁技能，或者是泽拉图啊，然后绑到了，啊，对面是把那个藤蔓放在。靠腰，听到自己的声音，那三个人就被绑到，马上被绑到，绝对是对面。你自己声音好恶心，主要是麦克风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声音没有那么奇怪。20等女王点闪现啊、如果对面有泰瑞的话，会点，一般都会点闪现的。第二，因为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射手，所以。如果他可以去上前去闪现 A 敌人的话呢，真的是对队友上会有蛮多的帮助。好，我们这边我想一下，像打阵地战的话，我会点另外一个天，这个补血的好用。大概好，先给丹哥上路，然后牛头扔下来，牛头下来，牛头，好不听话，牛头乖，哈哈哈，你觉得这个猴子好看吗？我也不知道，你看你个人。好，这边雷诺先出来，我先烧他一把，烧你一脸。对，哦，被推了一下。好，这边他缴了两道技能，要没魔了。好，没关系，我有补血技能。哦，这里有西海精灵，你怎么在挂网？呜，这个你看到对面挂网，你一定要赶快对他干一波啊！然后现在来到了1-0的领先，太爽了。但是啥挂机了，你没事不要挂那里啊，活该啊！啊，这边还一个走位，又吹到小兵，但我一波技能打下来快没有魔了，没关系，我们先回家。low 是大破财，其实还好，下面我 low 也玩很久了，然后其实固定上线打每日，然后每个月出一只新英雄嘛，那其实很好的。很快的就满全英雄了，像我，哦，我后来是不玩了，因为觉得腻了，也没有说腻了，就是不太喜欢。其实我 low 不强，其实 low 那时候就大概在金牌以上吧，就是一直到金牌，都不想打，因为就是我玩那个东西会怕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可是玩英霸就不怕输了，真的莫名其妙。就团队给我一个信心嘛，这些。好，这个关的非常漂亮啊！哇哇哇！锤！可是我没有什么输出，不要！那边技能打得很痛啊！
哇、哦，这边直接带走，太冲了！哎，这边好到哪去？爆炸一个，爆炸了！好，我们先拿个火拳。你说的是造哦 ，low 的造型的啊、哦？那的确是真的是超坑的，也不是超坑的，就是因为造型太多了，我也蛮花钱。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打、欸。哦，糟糕！哇，他们那个接机真的是蛮猛的。哦，这个关的漂亮，这个 Q， 啊，他们决定先下去了，而且我在这边 hold 住他们。第二，我没有魔了，下去打也是没有屁用。啊，没中。好，目前我可以下去干雷波一波，一个我有两招 W， 然后我们再出去 A 他两下、三下，然后我可以走了，没有魔了，你回家。我再雷也不会被刷，是吧？因为我们当初阿法测试的时候，我们就其实早已经就是有固定队友了。那其实雷了，你说抓战犯了也还好。你因为人都是有脾气的、啊，我也是会有脾气的、啊。你现在看到我，其实不一定是我、啊，所以只是现在我心情比较好。万一我心情不好，哇，我就像现在这样子，我要挂了。没关系，他们出来了。出来被烧了，这个英霸战犯啊，我也不知道、欸。你还有锻炼呢？哦，我招错人了。啊，没关系，我们等三秒钟。啊，有新的泉水了。那你其实喝泉水没什么用、啊。他们状态都好好，而且让他们漏经验也好，这个就可以给他们。然后我们去这个收买。啊！你是点收买吗？你不是点收买，收买。走了，要去拿，要去拿，快来。好，算了，这个对面去拿首领，第一件事就是拿他们家的肥宅。为什么？因为他们第一波会比较难受。要不要？好，没关系，我们一个教导，他下次就知道了。暴怒型实况组，看，哦，我其实比较少暴怒，唯一暴怒的是我撞到我的仇人。好，这个很有观念，这个首领要过半之后才能踩，对，没关系，下次就知道了，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别人不太知道的观念，通常都是先收小头骨，然后再吃大的，一定要出来啊！因为你只要太早吃大头骨，敌人就会偷爆你的家的，像是骑士啊，或者是那个奶牛牛爸爸，那你第一波防守就会弱很多。那这波是因为我们下路有清，然后那个金就怎么说，就比较爽啊。那个刚刚的炮弹都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哪来的？那谁消耗掉了？好，我们这边全力防守就好了。其实大部分都是被拆到这边的，都还好。那如果刚刚他们少了那两匪的话，我们进攻的空间会更多一些些而已，但是没有差太多，因为我们这个差别都不大。可是偷到对面的就是赚一波、啊。你看，像我们。现在经验值慢慢的领先了，然后上十等之后打一波，然后就继续吃米打，但是这边双肥也会做一个跟推啊，要注意一下，所以拿掉对面的，对面就少这个跟推机会。萎缩哦，哦呦，被烧到了，哇，哦还好 ，nice， 锤，啊，好，现在血量都还不错，往后拉一点。烧到了，我还一招 CC 扣着，烧不到啊 ，A 不到人啊，哇，砥砺，还好没有阿巴瑟，哦 ，nice， 可是还有那个生存激素要注意一下，
然后上路还在推，上路的外塔会被磨掉，磨掉一个食神，快开一波，开一波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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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有了有了有了，恶魔化身 Quilokey， 哦，完整了完整了，但是这个冲再一个 W， 帅气的，来 Q Q 塔 Q 塔 Q 塔，没错，就这样子，一单就要这样子玩，卡痛，好了，幽怨弹，炸了死吗 ？Yes。还是好，这波又出现了，然后上面少了一只真娜，所以对他们还蛮可怜的。其实我觉得下去站位置是好事，走，南哥就是要这么冲，不是他很冲，就是要这样玩，有点恐怖，会干第一个进来的，对面都很聪明哦，变羊哦，这个跳舞漂亮。这个 Q 哦，我们被打一波了吗？没有，很好。哎，冰冲之环闪掉了，谢谢精灵，你要再见了吗？错，大家都卡在这里，位置非常的差。啊，这里差也跳了，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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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打屌打一波了，不可以岩爆术啊！好吧，怎么那一波这么有点悲伤的 BGM 啊？我觉得这边是克洛跟迪恩在打那个 BOSS 的时候，这个不知道闪鬼二的剧情啊，可以自己去玩啊，就觉得真的是好游戏啊，尤其是二代，虽然他毕竟那个法利孔那家公司他们是第一次做 3D 化的游戏，那其实做的还算不错。好，我们这边下去，对，下面有三只，但是我们角色被卡住，后面进攻，没错，他们三个人都在这边，三个人都在这里，他们收到34、32，哦，这里还有一只，哦，有点危险，我先抓到一只 ，nice， 这样先打一波，往下包，往下包，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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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小孩子的把戏，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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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了，大师兄都回，炸到了，西海精灵爆了，再来一只泰兰达，这样子可以收到68，还不错。哦，卡痛，找不到，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要是好，先拿到了一等的领先。这一场我考虑点的是烈焰延伸呐，啊，在想啊，好，烈焰延伸好了，我要再塔下 poke， 因为下一波是关键。哦，被绑到了，还要这样我点补血啊！可容许的错误。好，现在下一波柚子来了。啊，目前我们四级被偷了，这是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拿首领，一定比四级赚。那，啊，他们是逼不得已才拿四级的，但是这里要防守一下，第二次会被偷。啊，我们刚刚进草是有点危险。尤其是有收买的角色在偷这个上面是很够了。你说亮翼啊，亮翼现在是几乎是唯一一只会点收买的角色了。一个佛斯塔德的 Q， 爱不释手，令人爱不释手了。好，他们都在下路，可以拿掉上塔，先帮我们那个经验值拉一下。好，我们还是跟推好了。最好先把杯子清掉。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我们68啊，跟推啊，68啊，跟推，是啊，他们手速就很赚。啊，躲进去，躲进去，进去，进去，啊，进。这个小技巧啊，岩爆近框都可以闪了，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孩子，近框坑就没事啦。都要学起来哦！因为岩爆的话，你只要进矿坑就可以秒解大，一个好用的小技巧。虽然这个状况也很少啦，被开了还是丢一下。哦，血哦血，完了，我雷了，我雷了。啊，好，这边硬打会爆掉，下塔可以送他们没关系。哦，这个推，这边要等我，等我，等我，等我。
开冰箱也可以，可以啊，你就只要吃掉伤害就好了。开冰箱是最简单的，就开下去，就物资就没了。开冰箱当然可以啊，欸，现在会不会那个？因为我把那个调成最快速，再来是把画质调低一点点，那可能哦，现在不会累的，很好。有好像之前开的会累，啊，回磊哥在跟我讲，我现在用香港的伺服器。哦，对，有只牛，牛桃狼，啊，那个威力滑行的距离蛮多的，我们最好是拉到16等。再来打一次回战，先清下路兵，再去上路，把那个要塞堡垒给拿下来会好一点。让我们上16的关键就是这个了。我们可以在上16之前赶快逼战，现在破口一下，但是我要被干了。上16之后，我的伤害就有点破表。然后这边的话，七彩精灵是一个送头，卡砰！那我的大雪还没出去就挂了。然后这边有头人只跳了一只，但是没什么屁用，两个进场。涉及到了专业的角色威天，开大卷没开就爆炸了。好，我们这边使用我们大招点燃，烧到了之后他就会，哦，我好像是弄到奇怪的东西，啊，有点痛。好，没有，我们这边先回家。哈哈，你会跳舞，一个是20等是中了之后他可以再威力滑行一次，另外一个是死亡金属，就是死掉会跳舞。要全力撤退！完了完了完了！闪现疗愈，闪现啊，可惜，反正他们持续追的话就很危险。我刚刚大绝其实算空大，哦，哦，算一次直接爆炸，因为我的 Q 有 W 的效果，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是丢他三招 W， 只是你不强化 Q 的话，不强化 Q 的话其实很难中。所以刚刚有点冒险，然后他刚，因为他刚其实是想下矿来多伤害，他失败了。好，我们现在这边是两只刺客打，好 ，nice nice， 现在精灵被输出一波，马金他没有 CC， 你没有 CC， 再见了，星海精灵，他居然下了矿坑，好吧，没关系，我们只好杀他一只了，把一只逼退了，下一只夏洛特，来救补，来救补，来救补，哦，有没有看到？你看到那个精锐，那个精锐的走位，他直接躲掉了眼爆，太厉害了。他下面有个人，是谁啊？我也不知道，牛头人吗？是牛头人吗？退了，哦哦，这个打不赢，你走，拜拜。有，先吸个经验。好，目前我们有两个人以上的领先，我们赶快下去吃个骨头就好了。OP。啊，慢慢来，慢慢来，收头骨，先回家。牛控场被强化了没错，但是他清兵能力也下降，尤其是在四等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有好有坏啊，就是把他变得比较正常一点的角色，我认为啊，这个不要，你们在谈塔啊，岩爆丢出来了，快进矿坑，进矿坑，进矿坑，进。把你的大绝类哦开过了，谁叫你这么冲？人家有堡垒，在里面一笑，活该。完结，我们有了92个，我们跟推就屈居次命打了啊！这边要注意一下，没关系，送他们，送他们。走，小东西我们不要，我们拿大的。哦，这边要特别注意，如果我刚被抢牌。哎，别别别别别！没有了啊！跟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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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波要逆转。哎，我们叫顺风，没错，要逆转了。好 ，Go Go Go Go！ 跟推 ，Follow me！ 哦，这里有肥宅，两只肥宅。哦，有人差点被绑到了。哦，这个走位漂亮啊！我这个走位太漂亮，我都没懂。安心。他们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直接这样子卡痛就好了。然后再没事丢个大绝，先丢一下，啊，这个不丢白不丢，丢了一定不会变白痴。
但他被控到大招，四分集在一起，哇哦，我的输出破表了，又死了一个。啊，这里又一个奇怪的人要爆炸了，又破表了。啊，狙击，有没有看到我刚刚的 poke 啊？因为他只要中 Q 就会中 W， 这就是点燃的天赋，这个超猛的。然后我们就逆转了啊，不是，我们就一波带走，就是在塔前一个 poke， 而且其实那个范围真的蛮难闪。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伤害量，半血直接喷，蹦蹦这样子，耶、，nice。好，我来一个闪现，秀操作。其实还有更强的点法，不过因为你的 Q 距离那么长，你才能做到有效的 poke。反而你去强化 W 的话，你的 Q 命中率第一个啦，就是你会很危险，尤其是刚刚有那么多刺客的状况下，你被控到了其实就升天了，所以你手长的优势要练强啊。久等了，我要换大师头像，土豪的象征有了。好丑、哦、太丑了吧，太丑了吧。就真的太窄了啊、怎么会排到我？你是不是有我的好友？没关系，我再找一个人。啦啦啦啦啦啦！好，不然找看有没有人现在要玩啊。加入方式，哎、欸，要先报 ID 哦，查我们两个空位，只是我们缺补助，还有一个坦跪求，跪求，我用我的高输出 carry。哦，这首是 BOSS 战的音乐 ，Final BOSS。什么是 PTT 频道？就是那个最雷的终于走了。你怎么这样讲？怎么这样讲？这个啊，这个就是你打斜线救引 PTT， 然后就可以看到同个频道的人在聊天。最多人叫做秀秀啦，秀秀是人最多的，就是一个 RC 群的名字。好吧，没有人就算了。莉莉不错，莉莉，你可以考虑一个点法，就是全部强化 W， 这个绝对最简单。第一等点云胶续兽，然后第二等点云胶疗愈，第三等点云胶涂雷，然后千倍不醉。有单哥就点缩小射线，没有单哥还是点缩小射线。嗯，16等点那个云胶搭档，然后你只要一直丢队友 W 就好了。然后20等点这个运气调息，然后你一直被打的话，你的那个大 CD 会一直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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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回。哦，对不起，对，他是偷改哦。我看一下 PTT 有讨论隐藏改动，看一下哦。像莉莉母熊猫偷偷 buff 4等的云胶疗愈，配上7等的云胶涂雷，每次攻击只会吸一次血，弹跳攻击都会吸血了，等于说。真的有 buff 欸，哦，所以云交流被 buff 了，还不错。蛮屌的。这个都有人发现，他一定是玩莉莉的main角。云交很厉害，很真的。因为反正你玩一只辅助，你一定要用普攻来 A 人。那云交是让你可以更加对，不要点水龙，拜托，水龙太雷了，求你不要点水龙，你男朋友会骂你啊？没有，没有，真的，请不要点水龙，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屁用的东西。你要还，你还选个，你选个
你点缩小射线就等于是水龙，只是没有伤害而已啊。补助就是要补血，不然没有奶量的话，其实队友是很痛苦。两只水龙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求你不要。两只水龙有屁用？因为对面一个闪现就躲掉你的大招了。云霄会打墙壁哦，这没有办法，还是会打英雄优先。千万不要点水龙。双龙出海，什么出海？那个都翻船啊，一出海。水龙很强吗？不会，千万不是啊！你真的要还可以选别的。水龙，你要维持队，那你要玩别的，那你还选莉莉干嘛？你可以选别的。啊，没有补助 ，shit， 都是输出，丹哥表示干。好，你点，没关系，都点。所以你们这张还是补助啦，不然你把大招拿去，你少了一个大补，那个会阵差起来很多。找你，你要报 ID 啊！我以为没有人要打、啊。先报上你的 ID， 你俩可以先加 PTT 频道啊，我觉得比较常用，秀秀比较少用，秀秀都是因为人超多，没有办法，人太多了，太秀啦。更新后的恶心设计，靠花木，好，对面也没有补助，很好，双方都是没有补助的游戏，那我要点这招了、啊。我自己帮自己补总行了吧？找 Game Boy， Game Boy 他刚刚走了。Game Boy， 你知道游戏 Boy， 我有看他玩《起源诅咒》，因为那时候比较心情比较低落，就看别人玩。说我这个天赋可能会救了一点，啊，主要还是七人的那个。七人那个吧，是双狼治疗吧，就是按 D 可以帮自己补，按这样子会变一个还不错的坦克。哦，干，哇哦，我爆了，单哥，爆炸，阿七，六五四三而已，没有，我在倒数啊，等下熟的就可以这样了。哎、欸，好，留在对面，因为看到 ID 相符的，还蛮像的。嘿，排踹，啊，没中，七八九，好，没关系，单个中路下路三只，哇，他没有坦克呢，他喜欢纳瑟斯还打错了，我三只输出，靠在，嗯。不要！哦，谢，nice 救援，哎，帮你们最后一波输出，好，我要回家了。啊，我看哦，他有上过电玩快打，我不知道，看一下，我不开台都坑害别人的，为什么不开？没有啊，人家是玩血缘诅咒啊，我不是，我又没玩血缘诅咒，怎么对不起我？然后看你那个打那个王啊，不是有介绍影片，我看一下，再看你那个在那个社团里面 PO 的，哦，上路爆了，下路感觉快爆了，没关系，我下路来支援了，他们坦克不在，哦 ，yes， 然后一起爆，尝尝我熊掌厉害。好，没关系，我们上四等。然后我们的，哎，对，没错，是我。哎，好，就上路来 gank， 来，毛毛，身为我们队伍的核心，干，我挂了。
哎哎，完了，有两只坦克，不行不行，干，不是啊，救我啊，不要再灭堡了。哦，要挂了，要挂了，要挂了。错，没错，没错，表演王表演了。表演王，哎呦，没事了，差点就爆了，不要再捏爆了，救我、啊！哎，这个 Diablo 好冲哦，吃我伤害吧你，吃我两 W 超痛的 ，Yes， 我是九等的，我乃是九等的，啊，表演加油站到了，好，可以上电文快打，电文快，因为主要是资讯太发达了，所以。其实你想知道的电玩资讯都在网络上，所以电玩快打就有点是没有不怎么想看，这个就蛮可惜。以前那是神节目哎、欸，尤其是欧弟的那时候，超好看。还有大饼最好笑，我是但大饼死掉了，这都主要还是那个出社会压力大。嗯，上了两只，然后我来poke他。哦干，我、哦、干，哦卡痛，还好我逃掉了。好，这边先上马，左右边会有一个只，没错，你这只牛在那边拽，他会先 Q 获利滑行，然后被我烧死。砰，没错，这他飞好远。哇，这个物理特效，我好老，少说三十，屁的，我才21而已。哪有啊？我看电玩快打是小学三四年级，你知道那时候的宅男女神是谁吗？小贤呐、啊，没有啦哎呀，他因为小贤真的蛮漂亮，而且他那时候他有跳舞，他有跳舞啊。小学生杀手，哎呦，撞来一只莫名其妙的蒂亚布罗。然后他就再见了，慢点！哎、欸，我记得他有开台，我只有看过。哦，表演王 ，Holy shit！ 没找到。我觉得主要 poke 技能还是在 D 加 Q 啊，太好用。跟你同年，哈哈。我 D 加小贤超棒的，因为看那个以前那个 YouTube 上面影片，真的是超怀念。21。公测不会，不会，不会，应该是不会重置，我觉得不会了。哦哦哦，有了，有了，有了，卡通，好嘞，不行，会断，会断掉，我自己中断好了。其实让他撞我也好了。第一个是，我没关系，我一个牺牲，我把人都吸到炮火里面了。哎呦，哦、猎杀追击大哥，太虐了。他应该是看状况点的吧。第一个，我们输出高，我没有补，所以他在那边鲁笑，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干脆点猎杀堆积，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没有补助啊，谁叫你们不玩补？一个没有补助的队伍是很痛苦的。表演王再见，没有开到。哦，我们又见面了。希瓦纳斯会上，希瓦纳斯啊，哇哦！哇哦，这个操作太强大了！不过你以为你逃，好吧，逃掉了。表演王不要啊！表演王的复仇，没关系，我卖队友，卡通卖队友，我逃掉了。好吧，哎，迪亚布罗在追击啊，没关系，我们这边队友吊打一波。A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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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哇，被追射箭打到了。什么1982？走，白痴啊！八民国啦，民国。呀，1982。像我在你们这种年纪的时候，我已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了，没有？好，现在我们等级来到13等，我们决定点烈焰延伸。第一个，我们手短，所以我们增加我们的手的长度。我可以像鲁夫一样变弹跳人哦！我剧透了，弹跳人是
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哎、欸。啊，别，我们增加手长啊！把人跳走了，来、欸，这里有我哎、欸，给，其实都给其他龙。好，我们这边先拿了，不管了，没关系 ，OK 的。这个龙骑士的目的啊，是为了拿来破塔啊。啊，这个拿经验值最重要了。现在我们等级领先这么多，去下路干死他们，来。死了，我都还没玩到。你在那边转，嘿，把他撞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位置。好，目前我们现在卡到，但是他好像要回家了。哦，他现在做出一个很愚蠢的举动，跟我对干，罗扣林。好，我们队要挂了，快跑！目前干死他。啊，请敲死一个人。桑雅嘞？你想看我接着表演王吗？要看我表演吗？等一下哦，在这里可以啊！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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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嘿，嘿，嘿，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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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不死！哇，表演失败哦！想唱歌，嘿嘿，宝扣零！啊，没丢到，没关系，队友帮我尾到了。哦！再见了，我的爱情。好，没关系。第二季哦、我其实看到第四季、第五季我就不看了，神奇宝贝太莫名其妙。我看第四季也觉得还蛮好看的、啊，就是他们会变身，而且剧情有点波折，还蛮恐怖的，就像是那个好人版，好人变坏人，坏人变好人，变来变去的都看不懂。好，成为一个肥宅，我们在后面 poke。哦，哇 ，try！ 哎、欸，希望那是会爆炸吗？哎呦，差一点，伤害差那么一点。刚刚的 D 加 Q 那个 poke 能力真的超恶心。啊，现在来到上路，上路人非常的多，我们今天上路来更可讲。我们的位置被铺掉了，哦，怎么死人了、啊？好，现在他们的位置非常的差，我们的位置也非常差。哦，这个关太漂亮了。哦，他点凤凰，大哥，那像我点岩爆啊！岩爆真的是男人的浪漫，给他死哎、欸！哈哈，点燃之后你，这只角色他的输出能力就会爆几十条街啊，没骗你啊！Trust me， 神奇宝贝要出大型机台，真的假的？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去抽那个甲虫王者 Mushkin， 然后我之前因为我只带30块，然后我正要犹豫要不要投的时候，然后有个人先投了，然后一抽出来是金卡，我就很后悔，为什么不是我投？我就很难过，我就不玩了，啊、没有了。哎，想跑？哦，反打，这个操作，第二波好恐怖、哦！好，这边牛头人还有大招，不过你觉得你挡得住我的火？好吧，很大，没关系。这边啊，炸到了！哇，有没有看到？整整七成的血啊！哎、欸，你怎么扣进去？哎、欸，大哥，你不要乱吐火啊！好、哦，你看见我的输出了吗？坦克被打半条，哎，我只开了两招。嘟嘟嘟嘟嘟，好没 ，Go Go Go， 有了有了有了，维拉玩的还不错哦，各种走位，在一个没有 support 的世界中，能这样子活着是很困难的。对面两只坦克，啊，这个坦克差点把人炸死，好，我们的 poke 能力又出现了，哇哦，爆炸！哦，现在先来，好看跨界。哦，下路可以 poke。咚，好像，没有了，然后烧掉三分，哎、欸，四分之一的血，不然快倒了。对啊，任天堂吃相难看，早就说了。
尤其是 YouTube 直接炮声，你知道那个你要玩他们游戏，你那个盈利还要归任天堂所有，对吧？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太夸张，莫名其妙，帮你宣传游戏，你那边啊把所有把你要把所有他的收入都拿走。然后又各种锁区，还有我买日记。哦 ，poke 到了，哇！你看看半条，然后再拨一下哦，哦，六成血。啊，现在等差很多啦，现在等差超多。对，看不太出来什么端倪，我差不多啦。你看又炸到了，哦哦哦哦，吃招吃招。好，现在这个维拉表现得非常恐怖啊！啊，挂了，先挂了。这我没有想到会挂掉。好，现在我们用我们的高输出。哎呦！好，皮狙。索尼不会倒啦，来。应该还可以啊，因为主要还是靠 Sony 的那个金融性金融公司来撑嘛，还可以撑。因为卖主机好像比较不赚，主要还是游戏吧。哦，又 carry 了一场。缺 support 啊，需要一支 support。新英雄伤害报告，刚刚等级有等差四等，所以其实，在平局的状况下，大概比那么怎么说，输出比那个少那么一点啊，其实还是很高了。没有，可是你点那么高的输出，等于说你要牺牲所有保命的天赋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我刚点烈焰延伸加上点蓝。这两个合在一起，就可能会，就是他手很长啊。那你按 D 加 Q poke，ID 先加，等，啊，我们缺 support， 你是要毛遂自荐自己的莉莉啊？肉，干你老师！我看错 ID 了，我想说你的字是灰色的，那怎么跑出一个蓝色的？都是 C 开头的，我想说我夸你看错了。对呀，我们缺 support 那个 Chinese line 是不是要念Chinese line？ 感觉我念错了，那我不会念啊。这个怎么念、啊、算了，我们感觉跟骰骰子一样，我们要补助没补助啊，这九只补助，看没事，没有，没事，真的没事。Chinese line， 算了，我们有补助了，看你要不要加价。啊，你好像没有在聊天室里面了。好，又来到了下一场，我要冲十人了。我们好像那只索尔嘛，啊，组合之母不错，会控红木，他是43人中的一个吗？没有，其实有20个是我的分身，不信我换账号开给你看。啊，其实另外20个也是我的分身，不信我换账号开给你看。
嗯，哇，这个神鬼的 BGM 真的是蛮好听的，而且怎么说，回想起当年九月的时候，我们与第七班一起奋战，虽然我们同班间彼此分离，但是第七班的羁绊是不会消灭的。好吧，好吧，换另外游戏。Night Wish， 哦，不是 Wish， 看，哇，各种英文白痴哎、欸。哦，还用物色、哦、马法里恩呢、啊？马法里恩，这是物色吗？索尔，看到没？索尔，索尔不是马法里恩，啊，不是物色，索尔。然后看到锤子就是物色好吗？人家是部落的，不是联盟的，尊重点有没有？好，我这边点那个绿球，第二次他会回血、啊，回血好用。哦，看到对面有双隐形角，这个，其实有点怕怕的。我没有关系，我们不会怕那种东西的。喂、哎？没有，没有，好啦，开玩笑。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那不是打一波？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晕倒，刚刚太短了。原来那是真的啊！我还以为是假的、欸。哟，啊，完了，完了，完了，这边队友要爆炸了。啊，帅，定身到了，到位，到位，到位。有上，有上，那打坦克没什么用。我们这边还好没有死人，非常好，非常好。啊，这边。又来了第二波，第二波诺瓦死掉了，我们队友也死了。好，这边真娜位置非常差，送他两个 W 之后他就升天了。嗯，那这边继续打第三波了，第三波老陈踢了回来，飞升黑空角，但是状况非常差。他这边喝酒，如果我上前去弄他的话，哎，应该是会死啊，太危险了。好，这边捡到了很多的头骨。我没有 mana 了，所以就回家。你都点法力说哦，其实他 poke 我没什么用。法力成瘾是不错啦、啊、但是当你在回战中，你被刺客弄到，你没有法术护盾加上特性回血的话，其实你这个血量都低得夸张。所以为了自保，我都会点这个，这个其实蛮好用的，配合秘法护盾也能发挥不错。因为基本上你的法力值这么高。那啊，但是有缺点啦、啊，就是你可能三秒钟过后，你护盾不一定会挡这么多，除非你真的去跑去送风。哇，他都是拿真身来 poke 哎、欸，亚西亚，而且他们在漏经验，虽然他们杀到了两三个人，他们有一路漏经验，那个也是在亏蛮多的。好，现在真的。我们来，哎呦，没有点那个天赋差很多。好，我们先慢慢来吧。哦，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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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反打了一波，漂亮漂亮。然后这边先打二组的口音，漂亮 ，nice， 你要投，要投一个 Q， 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播报、啊，太不符合人性。Nice， 漂亮，漂亮。好，对面隐形角要来了，要先撤退了。好，看到了。尿疼了一个 E， 一个 Q， 漂亮。我、哦、什么都没吹到。哎呦，哦，队友爆了，队友爆了，他被定身到了。是，现在有点危险。哦、oh, ，nice 定身，漂亮，真的漂亮。哦、oh, ，口音变回来。哦、oh, ，你偷玩合作，你要玩到后期啊，后期那个因为秘法护盾不一定会有效啊，就是怎么说？因为第一个啦，它毕竟它是血量一半的护盾，那可能没有办法打什么的，而且也没有差太多啦，看自己。你喜欢法力，因为法力其实在前中期的时候能撑不少东西。哦，这个走位漂亮。哦，还有炸死他了，但是没关系，我会自己帮自己补血。啊，不错。
这个血量漂亮。完了，是不是被我传染了、啊？被我传染了。小孩子的把戏。啊，我们七点点那个猎人爆弹，那超猛的。一个 Q。哎、欸，大陆跟韩国那边的主播都是怎么说？诺娃诺娃，这真的，这真的，100%、200%、300%、400%、500%，爆了，拜拜。哦，居然没有 Q miss 了。好、啊，没关系 ，Q 其实延迟的蛮多的。哦，好、哦、好，泽拉图哎，起立，没关系，泽拉图啊，炸不死嘛，应该炸不死，差一点。我应该是用，刚才是 DQQ 来弄，把它弄爆了。对，好、啊，定身昏迷，各种下药。哎呀，差点都炸死了！哎、欸，这个位置，哎、欸，当然什么都没有。其实，我觉得泽拉图在身边，没错。我看 ，My eyes can see everything I can do。哎，我缴完就有了。然后我们尽量是挑。快十人的时候再缴第一波。第一个是，在你有大局的状况下，那你去逼塔的话，敌方会很痛苦。如果他们被抢开一波的话，这个优势就会拉开。啊，但是我们队友的优势就要没了，我赶快去支援。瓦西，这个，哎呦，我居然 miss 了，哦，居然 miss 了。好，三王砍了进来，那我们队友要爆了。哦，他居然奶了起来，太漂亮了。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哦、他又骗到我了。Nice, nice, nice！ 好，现在是双坦合一，两个坦在一起，非常的坦，非常的坦，坦到我都受不了了。两只一起中，先杀血少的，抽就这一只。好 ，S 了 S 了，来，我有卡痛，好了，幽怨弹，卡痛，卡痛，好了，幽怨弹，拜托让我中，再见了老陈，撒尤娜娜，哎，我要挂了、啊。他居然坦住了，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他怎么坦住的？他怎么坦住？不可能，才950。哎、欸，这个屌，这个屌，这个喝酒。欸、老陈刚刚护盾是，他们说我猜他血，哎、欸，这个血到底剩多少？谁不知道？你到底血剩多少？我想知道啊。对、欸，老陈喝酒，喝酒吃盐爆，盐爆吃喝酒。不太顺，好，你上路吸经验。反正这一波我们上十等了，有猪后，然后我们就推中路，吊打一波。嗯，哎、欸，这头是带那个飞船里面的 BGM 的，哇，有那个激昂的味道。哦吼哦哦，来了来了，我又有岩爆啦，你们小心点。刚刚打老陈身上的，我打刺客。哦呦，我要爆了！哎、欸，哎呦，这踹我！啊，这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岩爆 ，Holy Holy shit！ 再见了啊，这个不用理他。诺娃再见啦、啊！我是不是丢到分身啊？哦，死了死了死了！吓我一跳！想说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看走眼？那个一定是本尊。老陈现在怎么点？老陈。一等是恢复专精，两等增强治疗，三等是行罪亦不罪，十等的话一般都是强化坦天赋，都是熊猫三化，十三等可以点那个奋战不懈，十六等点飞空脚，二十等的话就是点哎呀，十六等点那个对飞空脚没错，二十等的话可以考虑点那个什么风暴闪现，不然就是强化护盾。看你喜不喜欢这样玩，对，一般都这样玩没错。哇，你直接开大、啊，哎、欸，这是真的没错，真的开不到他。哇，哎呦，哇，然后那个泽拉图死定了，错，哦，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哎、欸。然后滚动酒桶来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好，我们队友都挂了。
用 A 的，用 A 的，没有魔的话就用 A 的。金闪闪的，而且这个套装算很帅，而且披风跟那个坐骑还蛮搭的。不要了，不要了，打起来没有意思啊！不要赶尽杀绝啊！哦，哎呀，要救人，要救人，自己雷。没有人那么金闪闪，对吧、啊？就是跟那个 B Baker Wong 一样，毕可沃，就差不多是那个啦，就那个点法。一般都是点定身啦，它其实它是缓90%，跟定身跟缓90%的差别是，你只要开加跑速的东西，其实就不算，就可以逃走了。这有差，定身的话就是定在原地奋斗。当初的定身真的太强，又狗又强。如果你经历过老城的黄金时期，那你可能，那你绝对会遇到很多事情。哦，你以为我看不到你吗？哈哈，被空大了。哎，算了，我不要丢，也可以中，自己中断。哦 ，nice， 哦，这边两只都真的漂亮。定身被套死了，哦，这边三秒后又有大招了，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哦，这是真的，算了，用普攻好了。好，现在压到中路，慢慢来，慢慢来，对啊，一出索尔真的是 OP 到不行啊，但森娜就还好，森娜一开始大家还不太认识他，砰，没有死。他要一点时间来爆炸，这边的扎图出生了啊！我要注意一下。出生的话，我要看一下对方的位置在哪里。我看到了，扎图在这里。你以为我看不到你啊？我眼睛好得很。扎图掰，砰！扎多少啊？扎1405哎、欸，来扎龙60%了，没有，现在等差五等了，扎一半是 OK 的。因为当初老陈是他的那个熊猫三化，就是可以，就是几乎是零秒啦，你没有办法断。那要怎么针对？当做什么 OP 回血，然后而且之前出的时候，他可以配合六连敲战斗律动来刷一的 CD， 那个真的很恐怖。他是单挑界的霸主。那个时候他只要开地震术，然后再开用一连敲16的，没有人打得赢他，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减 CD 太恐怖了，因为他只要一敲连敲6下敲下去，他的那个 CD 其实差不多回好，超快，而且他回血量又高，那时候很高，现在就还好，现在就正常。对你可能是在比较弱的时候买，你没有体验他的强。当初他一出的时候就超猛，真的是超猛，一玩就上手。老陈当初针对他一定要用亮翼的双氧，不然完全其实很难针对啊。哎呀，我没杀到，我老陈好多钱。痛，跑了幽怨弹，哦，现在还蛮痛的。其实也还好啊，哦，挂了，啊，没关系，好输出33000还 OK， 主要还是那个收藏，然后再用那个增强法术再 Q 人家，那个伤害量蛮不高。对对对对对对，七等战斗律动太扯了，太扯淡了。好，我们死后不见了。哎，有死后了 ，nice。哦，对，随时都有愤怒，
快点哦，打要快哦，要快哦，我们征求一个坦，征求一个坦，好，先优先给聊天室，没有再说。哎，等等，现在取消，看你们要打、啊。哎、欸，当时哎、欸、有吗？这个我就不知道，闪电会打引擎。然后现在是因为它回复量有提升一点，因为当初一开始出的时候，你那个黑屌压那个线上的刺客，好吧，真的没有人要打哎、欸。这样，聊天室没有人要打吗？我难得邀请了。好了，没关系，下一场要打先说啊。现在所有的胜率就是比较偏，因为暴雪，他现在有什么目的？他现在就是要把所有角色的胜率差不多弄在50上下，就是最平衡。他们觉得这样最平衡，因为他们觉得高端跟一般玩家啦，就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分配这个东西，你就看你怎么这样觉得。像希瓦纳斯就做的就还 OK 啊，就他们觉得很满意，差不多胜率在那个上下是 OK 的，而不是像维新的那种60几%，这个太扯了，那个改掉就是蛮正常的。而且现在维新人其实还是很 OP 啊，虽然他传爆了会被晕 1.5 秒，那个其实成效不一定很好，反而是那个船会变成一个你想要去打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就是打船然后就爆了。看个人的、啊。当然所有的烈日浩劫的确是可以对像团战的团控是很强大的控场技能。不用质疑。低人数反而是现在没有什么人在点。第二是所有的单挑能力下降太多了。当初真的是开干欸，开着脸干，开打，然后就直接那个撸上来了。对不起，我太兴奋了。反正就是撸上来。DK 是其中一个设计师嘛。我最讨厌 D3 的。D3 那个妈，那个两年前。想当初我的兽魔猎人那么的屌，他就把我的攻速砍半了，然后就卖账号，然后就拿到一条 PS3。 好，没有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为什么要砍我的兽魔猎人？为什么？而且他是全部一起砍。大维京，那个不太熟，有没有找他的名字 ？Google 一下。DK 设计师，来啊，看一下。魔兽设计师写 DK， 不是，这是要把 DK 逼到死啊！哦，有了，找到了，找到一篇文章。为什么一个职业会沦落这种地步？是不是找一个二流的 IT 名当首席设计师？哇哦，这个各种嘴 ，DK， 哇死了 ，DK 起功，好嘴啊！这是要把哦 ，DK 是职业啦，哦职业，哦所以你在说职业是不是？哦 ，Devil Kim， 光头哥是吗？你说那个在弄比赛那个光头哥吗？好了，哎、欸、，Hello，DK，
Hello， 是一个华裔的男孩，九连刀哎。来，我们其他 FB 看看。好，哎呦，有密网。没啊，看到私讯了。OK， 好，我们等一下一场。大卫金，哎，David King， 大卫金，哦，懂了，懂了，懂了。你们怎么这么坏，取人家的绰号？长得还不错啊，看哦，他好像走了。哎，他居然有 FB 耶，300人对这时候赞，他是4-5年前的产物了，这么久。他是当初星海二的东西嘛？是，他是乱改了什么啊？为跨博，这应该是5年前的 BZ 看吧？就很酷、啊，哇哦！感觉当初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大。你看看现在，哇，这个盛况如前。你看，这么阳春的东西都摆得出来。这就像是那个最近我们那个什么，那个很像是小巨蛋那种规模啦，就是半 low 的比赛，你觉得吗？啊，鬼雷血强又增强，看到好大感恩大卫金，赞叹大卫金。所以你觉得他是在乱改的，对？那时候是星海的黄金时期，好，很多年前，就连没有在玩星海，也看过星海走路啊，啊没有，没有办法、啊，电视在播啊，我连那个 Polo 哈丁都在看啊，这没有办法，太无聊了。星海比赛也是从电视上认识的、啊。虽然自己有玩过试玩版，但是玩不起来，不太喜欢，就是要拼手速的东西太苦了。张大全秀英文，哦，我知道这个，啊，70宝宝，算了，我们要拍了。有分钟要到了，我也忘了。大卫金时代，我不太熟。看到听到第几首啦？第42首。哇，总共有56首。如果大家不认识闪之轨迹的话，你们其实可以自己去玩啦。然后这里有剧透，是我蛮久以前玩的东西。来，没关系，只要听一首，听一个东西就可以回味所有的回忆了。为什么有洋葱呢？啊，有些人可能听不懂这是沙小。去年九月没多久，哈哈，真的，去年九月25号，然后花了4天破完，其实蛮快的。我觉得剪那个精华真的是要人老命，你要那边自己去算。塔斯蒂哥，我把它听完好了，就是对这首歌的敬意啊。好像星熊有点嘲讽，看一下，好像有嘲讽哦，有嘲讽了，有嘲讽了，有嘲讽了，哦，有嘲讽了。
小偷哦，小偷瑞，啊，真的看过吗？菠萝面包。然后这一场的话有双补，然后我们就点那个强化我们的控场。哦，明日的鼓动也好听。其实那首算是让我玩闪鬼的原因呢，因为片头做得很棒。明日的鼓动就是闪鬼一的片头。A 塔塔中路，上路有一只哎，对啊，这么等。哦，看到一个啪啦啪啦，看错了。More I remember you， 哦，上路来一波 gank 吧，啊，再来卡塔威，哦，这卡的太精锐了。身为一个刺客，我们应该跟着队友一起干别人，啊，不对，去杀别人才对。啊，不听这个悲伤的歌了，我们听点好听的。我听错了。嘟嘟嘟嘟嘟嘟。哦哦，花宝出了，花宝出了，很好。凯尔萨斯石破天惊拳还没有啦，十等才有啊，哪有那么快？啊，你是不是要勾一下？啊，没了。希望烧的是他哦，差那么一点。哦，这个他坦伤还不错。哎，烧到了！哦，他居然没有躲开。耶，这是计划中。也喝口水。Next time, try to unfair。哦，哎，他滚过嘞，你滚过了？哎，没有，哎，是我看错吗？他滚过了吗？关系，哦，再出来啊！哦，这个开的果断。其实我的属性是刻花的。所以凯尔萨是很适合诅咒花园，因为他属性克到花魔了，虽然伤害没有加成的，看起来就爽。烧毁，其实看起来蛮屌的。好，没关系，我们先拿了80，哦，上面再吃完了，那个95比85，那个我们略逊一筹。目前经验值只要领先，其实都还 OK。然后这边希望他是被gank一波。很危险的，然后这边一个吹没有吹到，虽然吹到了，其实帮助不大。好，这边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关掉。嗯，既然上面在吃花魔了，那个自己应该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敌人的位置啊。哦，其实哈哈 ，hold 不住啊 ，hold 不住了。会不会掉？有双拆就没有办法守。他守，因为他要点 Q 的距离增长，所以基本上守也蛮长的。这个天赋真的是蛮好用，身长25%，让希瓦纳斯单挑能力就是整个 up 蛮多的。然后我们有爆弹了，凯尔萨斯石破天惊拳。哎，是你这个吹得漂亮。嗯，珍娜的位置非常的差，这边只要丢一个技能，然后补攻一下就挂了。看来他们真的把你惹毛了。点四的呢，虚空之风的确有它的优点在，所以基本上那算是核心的天赋啊，不能放掉。你点那个越战越有个毛用啊？你晕不到人就是雷啊，又难晕。不如牺牲这点伤害强化你的控场，而这样子对敌人威胁性又大，好用哦，我就不丢。
好，出来了，没关系，我直接上他一波就好了。哎哎，逼他的一就好了，因为他就会有这种病，就是被 gank 紧张翻滚症候群。用 W poke 他其实就 OK 了，没办法，因为你要一啊，因为他不一他也会死啊。好，下路的弄，现在弄完他是残血状态，然后这边真娜，哎呀，不行不行，他伤害好高哦，而且他牵能力好够，哦，这边套了我的一个盾，暴风雨掉下来。哦，擦一下，哦 ，nice， 哇，这个神补，还是队友挂，又害死了。就作废了，准备好来点娱乐了吗？哎呦，我居然被暴风雨打中了，哇，我都要上十等了，我还跟他那边嬉皮笑脸，我有点太戳了，没关系，我们上十等。有了，我的卡痛好了，幽怨胆又有了。好，要表演了，研报要来喽！来看研报尾刀的，是做到关键性的输出，致命性的输出，真娜就决定是你了。刚刚打我打那么爽，为什么要跟阿萨斯帕托？我难道不够好吗？我被看光光，你也是当什么神族？哦，我最近看一部漫画，叫那个《诚如神所说》，哇，那部漫画超猎奇的，太恐怖了，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他是，反正就是那个，反正就一直在死人啊。哎，哇哦，哇哦，他居然卡痛跑了 UN 弹，哇，尾刀。好，我们这边黑喝喝水之后，赶快去下一波。来来来来来，哎呦，来了来了。哦哦，看见人了，啊，没有中，哎、欸，哇，你居然还敢拆塔、啊，但是他要小心了。哎呦，哎呀，还好我大局没有中，不然其实蛮浪费的。双方都叫出了巨魔。哦，这个一漂亮。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哦，维拉要出来了吗？其实维拉非常的有耐心，慢慢在等我，没有关系，我也等你。哦，他居然冲出来！啊哈，他们决定守花，但是维拉这位置非常的差。好，这边有一个 gank， 算了，不要丢了，浪费。不丢，不丢。奶哥说不录了，不录了，不录了。算了，不要丢，不要丢，打不死就不丢。对，这是我个人的原则。对啊，就是听神明的话，没错，那是同一部片。漫画叫《诚如神所说》，我看到第一部完，二十几话，超好看的，就是很猎奇啊。因为它就是那个神要在很多高中生里面选出神之子吧，然后就像一般只有。几个人会活下来，然后一个学校大概有几班的人会活下来，然后一个国家又有几，欸，他们好像只有日本吧，就是，好像全世界都有，不太确定，就很像一个淘汰赛啊，为了选出神的接班人，就是蛮恐怖的，原来大家都挂了，维拉，你觉得？我研报弹丢不到你吗？哎，真的丢不到啊！好吧，放弃了。真的推很爽哦，我都没有十三等了。好，我们只要在这边来蹲个真纳奇就 OK。不过他的爆发比我强，所以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还是算了，帮我，没有一只哦。哎，居然没有，可恶，他居然绕里面。电影吗？漫画。电影的话是最近出的，可是特效不太好了，特效不太好看。
主要他探讨的是人性吧。一个是因为毕竟你要，他的游戏都是蛮都比较对死亡性，然后一个人装逼之后马上就挂了，无形装逼最为致命。你不是主角，你就不要装逼，然后就对就挂了。你可以去看，你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很屌，他就挂，就是这样子。我放弃丢了，我这场没什么机会再丢哎。哦哦，对，我单挑，人丢歪了，那就烧爆他就好。他填 Q 加跑速，我追不到他。嘿嘿嘿，维拉没有上马哦，哦。我上马哦，等你。哦，烧到了，烧到了，烧到了！他把人冲进去，但是我没有魔了啊！维拉又要出来了，我没收头了。我觉得我好危险，我还是先撤退好了。好，我先掰了，哔哔哔哔。哦，这个够漂亮。好，我们找到菜塔就够了。刚刚很危险，好，先让我上16的，对，去看去看去看漫画，看个人口味啊，因为对有些人来说那口味蛮重，但反而是那种猎奇的动画，对吧？猎奇的漫画会吸引人的、啊，像是《赤红之瞳》，就是蛮血腥的一部剧情片、搞笑片啊，不是搞笑片。战斗，因为他算是战斗偏多了。好，你先把他烧死了，再见了，我会想你的。好痛！你觉得你的输出能挡得住我的火球吗？挡得住吗？我又挂了。哇哦，居然！哇，不要！不要跟我牵线，好恶心！啊，算了，我挂了。太嚣张就会像这样子。哎、欸，我决定打赢他、哦。好吧，我们就要灭团了。发生了什么事？雾社站在这里。哦，没关系，我们慢慢来。这种也好看的、啊，最好去看漫画。好，目前我们现在只领先了一些些。我刚刚在那个会战中位置都非常差，像我刚刚杀死了希望纳斯，但是我们的位置都被对方掌握住了。然后我看到队友的输出，哟，这边输出都不高了。好，我们要再加油一点。上路一只。最好是跟着有预示的走，这样子我们可以对对面有不错的掌握。好，我们大概是收上面下面的90，上面他们收上面的90，不收。好，下路有四起啦，我可以带一个兵先推一下，没问题。去帮忙清一下，带兵线，然后那个兵把那个塔磨掉。哇哦，他居然冲了进来，可是我的招都没命中。哎、欸，救我！救我！看我被牵爆啦！哇，王八蛋！哈哈哈哈哈！速推就可以用杂家代替吗？可以，也是可以缺魔，比较缺魔了。而他在上十等的时候，巨二世敌的会战能力比较好那么一点。啊！不要打了，被牵到爆炸啦！我没有 CC 搞他，反正我们这边希望那是一个漂亮的进场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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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杀掉了人。这里的 Q 又重置了3发，继续追击。还有一又回好了，再上 W，
在11在普加普攻，然后这个漂亮再带走了一个人。速度阵基本上比较常玩啊，其实蛮无聊的。然后目前剩5秒，这个东西有3秒定律，你3秒内开都来得及，所以绝对不要着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回家拿就好。我说在有一定的状况下，一路到底是先推位塔没错，不过我最近也发现破解方法，也就是你先把一个人吸经验，然后剩下，然后选一只拆塔还不错的角色，然后配合角色先把另外两路的外塔给拿掉，因为维京人他的压制能力很弱，所以你去压他的话，他其实也很难受。所以就是3人去推另外其他路，因为你会想，你怎么说？你要不赶快把外塔直接拿掉，因为他们打堡垒其实还需要蛮久时间的。然后你们把中另外两路的外塔拿掉的话，那其实也蛮赚。好，现在去跑对面。你看这边，他们一个拉打。我现在被御师照到了，所以很危险。哦，我又没话了。那我要知道对面维拉的位置比较好。啊，完了，维拉状况非常差，然后但是我被poke到不行，所以就选择撤退。嗯，张雅怎么挂了？算了算了算了。对真娜什么看法？目前 T1 的刺客角，第一个有看算是对一单最具有威胁性的爆发输出，然后牵制能力，基本上是非 ban 必选的刺客，几乎每场都会看到他，除非一般都是针对单哥，不然牵制能力在团战中也能发挥很棒的作用。你想练练啊？为什么不练那么强？目前很好用的刺客，买。他影响力低，恐怕是因为一等的时候特性没有点增加反出效果，都差很多。好，他们都在上方，我们还少一个人要避战。而如果能抓到对面的话，其实对我们这波团战是有蛮好的作用。没关系，慢慢来。西瓦纳，哇，吃花有点难的。好，我们的88人要准备回归了。那说完之后，我们去拿佣兵，然后拿一拿之后再打团战。20人会战，其实我想开花欸，我觉得我开花玩的还不错，尤其是这种大花。想干嘛？我们双方都有预示啊，那其实都看得到彼此。我这边的话是那个扫射的输出做得非常足够，很漂亮。往后拉，往后拉，千万不能打。糟糕糟糕，我们被这样干一波，太亏了。惨了惨了惨了！干！完了完了！哦，闪过他的一发。这个你看，能看到他的牵制能力太强大了。好，我这边赶快开花，开花都还有救。你们让我来开，让我来开。他妈战神欸，往前清上路的，上路危险性太大了。哦，哎、欸，说好的危险性的不见了。好，没关系，我们开花拖30秒，绝对是足够。这边几乎要守家，因为你放一只这么后期的花在这边，他一定会把你们家拆的连骨头都不剩。这等于是用花来换花，不过我们的花血会特少。不要不要不要，大哥，大哥不行了，滚了滚了，快走啊快走快走！好啊，队友一号复活，二号复活，他们还少人，他们还少人，出去干人啊干！你在那边秋山大，他写的喷那么快，啊开战了开战了，我们还一分钟，我们一分钟，他们的花魔只剩下半那么少的血量。中了，沉默。
有中有中有中，这个回环到了，但是没救了。现在花下去，我先扣着，然后我先放了中上路。不过这边阿兹莫丹对我们的影响力好大，你看他，不能打他 poke 能力太强，他让我们血直接爆掉，干脆不要打了，打起来会输。我放弃打这波，你只要爆掉很快。先这要浴室，绝对要浴室，不然这边来就完了。看，对面来干，要浴室啊！哦、算了，对面一定会逼过来的，他们绝对不可以跟我们。哇、哦，对面 poke 能力阿兹莫丹比我强太多了，这个玩的不错。好，没关系，维拉的血是惨的。刚其实我想用烧来破回，不过对面枪开一波我就爆了。好，这边开无敌，要撤退，汪啦汪啦，就不用，我没有东西打、啊，不是啊，我没有东西要吞啊，我们只是想杀人啊。好，现在四打四，是可以反打一波了，还是很危险。你看，这破能力太强了。等20秒，20秒我又回来了，加油！电死了、欸。而且顶多爆一座要塞还 OK， 这边我们再反打一波的话还有救。然后维拉好像回来了，他现在有70%的血，应该是去打啥啦？为啥血那么早？就这样研爆就是没什么屁用，零作用。我需要浴室啊，照一下哦。哦，很香。哦，你看现在他们人就分散，弄不到他。哦，这个就没有掌握好。哦，这个这次可能都淘汰掉。你看他的输出，哇，太扯了！哎，他还爆了。这里最好是跟他们抢，跟他们抢，不然他们一定会有一朵花。跟他们抢啊！要跟他们抢。快！哎，不行啊！他们会拿到花、啊，要来啊！看 ，fail 一个，不能让对面拿到花，就太伤，绝对是致命伤。不是很秋，炸死你！好，没关系，维拉，哦，这个血，哦，我们顶着上马，这个距离，这个你那边没有啊？现在我们状况都非常的差，拿花，要逆转了。阿兹莫丹的 Q 痛是第一个天赋，没错，他那有两个天赋吧，一个是叠的，再来是食人的话，切支持可以强化一倍的伤害，你可以看他天赋。切字是让你的技能提高 75%， 等于说是炸，每丢一下都 175%， 然后它再加上它叠的应该蛮多层的，这个输出也是爆表。我这边13只，我拿到花的话其实就是一波逆转的。最好是给塔萨打哪，因为他的会战能力基本上屁耗比坦克啦。那花魔其实也算是一个坦克，不过他有 AOE 的变形术。是很强大的。然后像现在的珍娜，他一个人，其实可以弄他。这边还是我们专心来，我们还是稳一点打好了。因为如果这边输掉的话，就一波带走了。但是暴雪引爆最刺激的地方，谁死就爆炸。你看，看到那个多远啊？里面拉打，哎呦，当他大绝没有，我们就赚，多赚，超赚，爽，好嘞！啊，又多赢，我炸1000呢！我的天哪，为什么你们？是啊，那你就直接推到底啊，我们拿花就赢了，对吧？
你的巨魔开始枯萎，刚刚就犯二了，就像我们刚刚 poke 到，没什么用，我们尽量拖时间，等桑雅快复活的时候再叫，而对面会来 B 站，要注意一下。那么最好哎，快吃，对面也在吃，这是我们目前的局面。你还在忙什么？好，好，好。其实要人开了，要人，快，不是，绝对不是我开，绝对不是我开，因为我速度太强。快，谁来开？啊，要开的不开。哦，是我开。阿七，要开塔刹打开啊！对新手的建议啊、不要漏经验，这是重点。然后我们只能用花来打这波回战。这里你们居然来蹲我啊！哇，这个是蹲到蛮多的。然后这边调一下，好，没关系，大招找到了，然后往前逼一波 ，nice， 还 OK。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是 cut 了对面。塔塔是非常的危险的哦，做一个闪现，我们逼到两招了，而我们的花魔要爆了，好，没关系，就，我们拿一朵花换对面一条人命，有点亏了。真那点的是破防，那其实不太好。好，然后现在上马了，来敲一下800，多猛啊！哦，死一个了哦，我滚。爆了，要爆了，没关系，往前逼，往前逼，不用怕，不用怕 ，No fear to die， 这种闪技能，呜、哦，他没有闪现，搞死他！哇，都漏一个废铜闪，在漏称铜闪，哦，变形术到了哦，但是没啥屁用，我还有23秒 ，OK 的，再放一个 D。哦，回来拜，回来拜拜，哈哈哈哈！啊，没有辅助哦，太面拽。Nice， 这是应该可以收掉。然后那个火球，哦，他闪现了，漂亮，这个漂亮。我们下路要塞拿掉两座，其实是很赚的。我们拿两招大绝去打那个霸气。哦，我们这边骗他一招，好，往后拉一点，破到，但是我的位置很危险，我应该是死定了，怎么退我都退光了，啊，这是我错了，太累了，虽然是一换一啊，好，对面先拿到花，这要注意一下，阿萨斯要有一个自知之明啊，你的输最废啊，啊你吸收伤害，你可以选。你可以当那个花魔，而不是给那个谁给输出去当。绝对是阿萨斯啊，不，塔萨达啦，塔萨达他，因为他输出太废了。然后现在我们这边要等100朵花，所以我们是要上去跟他们争朵花。而他们现在有自己在吗？有四个人，要注意一下。四打四的回战。浴室啊，大哥，浴室，看不到视野啊，很危险的、啊。他们这样子，不用跟他们抢，不用跟他们抢，我们这是最后一波会战了，我们要守住花 ，hold 住，然后打最后一波会战。是现在是暴雪最好玩的地方出来了，谁屌谁就赢，不屌就直接爆掉。好，我们现在先把等级拉到25等，有等级上的一些让我速度会很高了。差一点，像我研报现在炸1925，哇哦！但桑雅拿也可以啦，桑雅感觉这样没什么贡献。哦，对，来了，他的烧脑能力很强。耶，烧到了，烧到了 ，nice， 烧到了就赚了。就他们只能，因为我们尽量要往前压，然后抓空隙，这边要注意一下。
欸，他哪里提供视野？好 ，nice nice， 破口道，破口道就赚，非常赚。好，我们把冰剑带出去，因为我们三路的要塞都还没有爆掉。那我有投石机再推的话，应该还有。好，现在往后拉。紧凑的对局，就拿在这。哦，疾跑哦，好，找到他了，反正回家叫妈妈了。好，王子。为啥播那么感伤的 BGM 啊？太感伤啦，上马我就弄不到。哦哦，这边我只能交闪了，有办法。哦，沉默剑下来，但是作用并不大，反而是我们的角色的血量有点。好，我应该对花输出啊，因为他们少花的话就会蛮弱势的。啊！闪现人进来，这个没有死掉就赚了。哎呦，闪现也快好，不过我现在有点驱魔。哇，他居然沉默下来可以开大。哦 ，nice 圣盾 ，nice 圣盾，哔哔哔，打不起来了，我们死一个人。哦。没有死就赚，没有死就赚，跟走！耶、yeah, ，没有死！啊，又挂了一个。奇怪，会战那么难打？下一朵花又要出生了。如果其一定要抓到对面角色啊，你看眼冒没时间点。慢慢来，要么死两个人，想要赢这一波是很困难哦。在那边，那我去找老丹。应该都是收小花，那只会有一个人，这就仰赖我身为刺客的能力。哎、欸，这个 idea 不错。拜拜，有了，我身为刺客的本能潜能发挥的出来，没错，就是这样子。我带走一个垃圾，啊、不是带走一个角色。好，先拿这个，拿这个就一百，我们来挡花，挡花，他们出来我们就拆他家，没错。我有点兴奋，逆转了吗？单抓，里面43秒 ，OK 的 ，OK 的，要拿这朵，这朵上百年的老花，他们只要一离开家，我们就拆他们家，花要注意一下。啊，蹲那边，因为我是一个超强刺客，我有了一，有闪现，在那个位置可能看不到我在哪里挂了。哦，我好痛，好痛啊！花，干嘛？哇，控场减50%，50%。好吧，花有点屌，34分钟的花，34分钟的花超屌的，快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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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你要爆了！哇，掠夺者哎、欸，我 low carry 一点啊。我都单杀了一个人，我输出90000，哦没有了，反正我还有机会复活 ，hold 得住，还可以，还可以，然后还可以，有我在，有我，对，还有我，我还活着，我的娃一起带路，有，来。完了，溺死了，这花太屌了、啊。
这花真的太屌了，控场50，免疫50花，打一下1000，谁受得了？受不了啊！哦吼，开一了吼，骗到了！哎，没有，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绝对还有机会。Excuse me， 救鬼姐，我们要赢。要把这个当世界大赛打啊！偷 buff， 王八蛋！好吧，追不太到。我们需要浴室增加视野，把我们野区，我们最好是进攻人家野区，这是最明智的决定，但是有危险。哦，那你转好，我们的双肥，双肥这边赶快来，浴室雷，浴室雷，好，这边沉默剑。哇！不是有点复活啊？哦，走，先把他带走，不错，他们死两只了，中了，闪现，没关系，我有岩爆，操你妈！啊，不对，对不起，哎，没死，人呢？好，没关系，我只好带走两只，现在二换二，啊，就有点贪吃，然后大家被秒啦，怎么雷？还是当菠萝面包吧你？没有啦，开玩笑。啊，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哦，37分钟了，是我没有。也很少玩那么久的比赛之夜。来进攻，进攻，进攻！要进攻才会赢啊！哇，又偷吃！大家都闪现，然后小花直接爆本，来来来来来，快快快！我需要浴室啊，浴室，跪求浴室！免好，浴室。花魔出现了。可以偷，哦，他们在拿小花，哦，他们拿右边的，爆一下。哦，这什么剑漂亮，哇，干，哇，啊啊！我在看那里，啊啊！哦，我错了，对不起，因为我刚才注意这边，然后被蹲到，呵呵啊，这个随时要注意你的动态，这个样子。哇，就因为就白痴玩家做了一个白痴举动，我就挂了。啊，白痴是我。没关系，我们拿八朵就好了。八朵，八朵，八朵。而他们直接爆核心，我就爆了。就是这个残酷的现实。啊，武者被抓，有点复活了，还 OK。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住，hold 住，12，我们差一个，差一个。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把对面角色全部干光，可是有一只花魔有点难，然后对面有很多人都闪现，冒闪现，抓真的是不太可能，还是得去抓。这边的花，他们要等下一朵花，然后我们把人全部干掉，其实就花就没有，就等于说没有花。哦，哎呀，喂 ，miss 了，他直接闪出那个大绝美，哇，被巨魔敲敲了，控场免疫，控场免疫，哇，这个输出真的太扯淡了 ，no， 啊，好吧，对啊，这是死定了，我觉得玩到这边已经算很刺激的游戏了。错啊！看到我的输出，又看到阿兹莫丹破壳能力超猛的，开那个七 A 之齿，然后一个 Q， 那其实算我累了。刚那波会战应该躲在队友后面，其实他们做的防守呢，哎，我们这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这边两只残血，然后我们一朵花，朵花在防守。现在哦，我们这边还有三个人，这个还有机会啊，那还有机会啊，要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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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追，不要去追。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我们还有机会，有了，我要复活了，哇，还有机会打哎、欸，再来再来再来，妈，你的要塞垮喽，再来 AF 干爽，哦，哦，有我们的88人跟对面的阿兹莫丹互换一下，有了，我们又有花，对面又要出花了，对面又有花，你这要怎么有花？哦，刚刚有人去偷两朵，哦，乌瑟复活偷两朵，太狗了。好了，跟跟跟跟跟，妈的要逆转啦！不行不行不行，我闪现交掉是蛮亏，因为是现在目前没有坦克，现在要 poke poke， 不然让对面拿到花就有点危险。花的防守能力很强。啊！破个道，破个道，往前压，往前压，干死他们！可以打核心，可以打核心。欸、没错，要守住花的那一区，不能让任何人拿到花。啊！干，拿到了！要去 A 人家，我让他打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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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这游戏好难哦！这游戏好难哦！不要玩了！哇，经验值！可是，啊，来，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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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50万！就是他，看，看，啊，小兰娜，50万。试试那个，这个敲几千呐、啊？啊，1370，因为刚刚的那个防护盾被磨掉，太奇怪，为什么？太扯了，见鬼了，1370。干升五等，你还敢讲？你妈一拿一等角色出来，啊，升五等，我看升五等，哦，没有了，吓死我！哦，桑雅最会玩了、啊，相信希望，没错。这个是一个随时会逆转的游戏，尤其是对面没有坦克的时候，没，对面好难抓、哦，对面都会玩，尤其是那个珍娜，那个输出屌到破表，玩的不错、哦，哎，这是对面的吗？我也忘了，所以我觉得暴雪打到20人之后，真的是。就是比谁，也不是说比谁失误多啊，就是谁能抓到对面的主力啊，只要带走一只，就其实就有点大局已定，有点危险。刚真的有点吓到，哇，打了40几分钟，还虚脱了。好吧，在最后一场吧，明天早上要出门。明天在3点的时候，那个我也不知道直播网站在哪、欸，就是战略高手会有一个比赛啊。哇，雪盟比赛。看哦，12点05分报道，就是这个比赛啊。我明天会在那边想玩速推，可是现在没有队友啊。
看一下哦，南京东路在捷运松江南京站四号出口。OK。哦，这么远。什么一？什么一？四号出口，看一下，就差不多也是中午的时候。啊，没关系。战略高手是这个东西吗？哎、欸，看战略高手，战略高手长这样，这是夜傻吧？第二届 ES 啊，在三创园区开打。哦，看一下，这是水壶杯吧？这个比赛是好，但是奖品就没有那么吸引人。我真的老实说啊，就是因为其实要找赞助也是蛮困难的，所以他们愿意办比赛，真的就还不错。只是老呵呵是因为奖品就。没有说很好了，这是小抱怨。好，看一下三创园区新的 ESR 电竞馆，真的在这里打？哦，那我礼拜天要去，不一定啊。请问一的色素谁？哪一男？什么一的？相信我，因为你。第二，你这个角色手已经够短了，那你还要贴近对方的主力去依人家依起来，那你依到人的时候你也挂了。所以，而且你依的速度提高的话，击中的几率也偏高，因为敌方也没有那么好闪。所以看你啊，看你啊，几点比啊？冠军赛在晚上哦，晚上就可以了。我是那就去了，明天去他们三创园区。有空可以来啊，就在那个光华商场旁边 ESR 电竞馆，比赛是晚上6点到7点准时收看。哦，原来阿伦是教练哦，对，死亡凋零，被害平头字，故意的。阿巴舍这个天赋，我看一下，不一定要这样。攻速是为了，因为几乎都是配那个啦，配那个谁，配依然比较多。然后点尖刺是我的习惯，因为我喜欢有存档感，不然也可以点天赋。因为之前偷拆流就是点那个弹爆的设置，再加上免疫虫草，配合轰爆品系。就是会丢远程这个，可现在阿巴舍真的玩不太起来了，个人觉得有点老 low 太多了。嗯，其实我有点累了，再打一场好了。刚刚那一场打四十几分钟的是要我老命，赶快大师啊！那其实练好快啊，那一场50万哎、欸，40分钟50万。太久了。明天是在那个电竞，哎、欸，什么高手啊？观战只要40块，也有。其实我的台很少那么多人了，是不是因为都会lag的关系啊？我今天改过之后，是不是人就变多了？现在阿巴舍那个轰击品系射程变弱了，所以他现在不能偷拆。当初偷拆，你可以去看这场比赛，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HTL 转播的时候，报决赛第一场 BO5 的第一场，你可以看到对面的玩家那个偷拆技巧太屌了。我看一下 HTL。绿 black， 你看第一场的结尾这个，新手要怎么练？需要熟悉什么？第一个，你要找到一只你喜欢的角色是最重要的。你喜欢哪只角色？不管是好的或烂的，
那都是让你持续玩的动力。那你慢慢把角色练到五等、十等，那你就渐渐的了解其他的角色。因为第一个啦，就是所以要练什么，你先找一只你想玩的角色，不一定要很强，最好是现在最热门的啦，像是珍娜啊，或者是希尔纳斯，还有或者最近出的也可以的，索尔也可以，索尔也不错，主要是你喜欢的都可以，这是最重要的。再来是去参考别的天赋，我都玩过啊，天赋都玩过。再来是选那个，你等一下，哇，我的歌单不见了。讲完重打，之轨迹二 B 卷有了 ，nice。好，不要听那首。三个教练都玩过了，对对对。都玩过了，你就开始先玩合作，把一只角色练到四等。那你喜欢什么角色，你就自己看。今天是礼拜五嘛，对不对？那其实这周免费角还有一段时间，你就赶快把五只免费角练到一定的等级，要看能不能冲十二、十五等，把另外两只免费角解锁出来。这个有人去啊。哦，打我队友，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好吧，回家了。都玩过了，谢谢解说。你说哦，合作，讲错了。那你要最好是玩自己喜欢的最重要啊。你背错，其实我当初也是把每只角色练到五等。啊，那时候也是各种错，像我玩雷加，一开始玩的时候，差不多输了八场吧，那就错了不少人，然后练到五等，然后后来你慢慢接触这个游戏之后，就对这只角色其实有初步的了解，你会点天赋，知道他可以干嘛，那你其实就会玩。好，再来是，其实玩这个游戏。因为打 low 过来的，你都会有一些抱怨的，因为太团队太重要了。个人其实不太能做什么，除非是大后期，大后期完全是仰赖个人操作。第一个就是闪现了，闪现你要怎么抓到对面，你要怎么单抓，你要怎么搞死对面，那就是首要课题。再来就是研究怎么跑线啊，还有什么组合啊，就不要漏经验，然后。要怎么逃离 gank？ 所以要怎么点？所以现在这个我不太熟了。所以就还好。那你打 I 所有看看。Yes， 我。所以当初比较强啊，但是现在就变成一个副坦的角色。好，我们这边收伤路的话，基本上是56左右。好，这里有一只福斯塔德，等一下，他们要争夺这个上面这个。然后拿走，我这边福斯塔德，我这边迪亚布罗直接推了进来。波尔输出是够的哦，那边亮翼终于来支援了，漂亮！目前在持续在追击他们。好，现在我用残血的优势营造。所以，我基本上七人都会点那个。哎，迪亚布罗这个不要看啊，这是旧的、哦。迪亚布罗一等可以点那个60个，就是复活灵魂师降低成60个，那在会战其实影响力蛮大。再来是四人的时候点那个每四秒回复一个灵魂师，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有效的。七人战斗律动，然后十人的话尽量是点那个啦，那个闪电突袭。闪电突袭在后期的时候。那个点出强化大绝那个伤害破表，蛮喜欢的。再来是 Flandon 哦 ，Flandon 法术护盾居多啦，因为毕竟你是坦克嘛，那你被激活的话，马上被带走了。凯根，你的根打错咯，力是那个有草木的力。
今天加去守，四级被他们拿走其实 OK 啊。你看现在等差几乎快到两等了，他们有在漏经验，但他们有阿巴瑟啊。其实阿巴瑟在下面框框的时候都在打回战，所以他们漏经验是很严重。我可以看到阿巴瑟他的虫子那么快的复活，其实也可以知道他大概的位置在这边，在这里。哦，他这边有一个闪躲，非常漂亮。不过没关系。啊，这边基本上推个线，然后就走人了。新手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会漏经，今天漏太多就很危险。好啦，我的家人回来了，我要安静一下。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我等一下要打字回你啊。先安静的打完这场，慢慢来。你看对面那个双匪有没有？第一波都用双匪来守，因为双匪其实在那个位置其实不太好打中。这边其实跟推真的造成很大的压力。哇，我这边缺魔缺得很严重，要注意。各位，魔像还会回来的。然后等一下食人有研爆术之后，也就针对对面的前排后排打一波，那就他们就爆炸。而且我们等差两等，很难追，今天很难追。尤其是矿坑啊，矿坑它只有两线的经验，那你其实你要吸那么大的话，其实不太可能。而且我们不断的在拿经验值，对面也不太能守。第一个是我们等级那么低那么多，你看这边第二波冲出来的话，基本上就爆炸了。我们丢研爆术，但是空大了，就经纬刀，看到有东西飞起来。好，这边慢慢来。哎呦，喝口水。鬼男搬东西。我也在搬东西。
那这是快速，因为我还喜欢拿不熟的角色去 rank 戳。想说先练到10等啊，就是先了解角色。哎，刚打到大后期，其实对这些角色破关能力还算满意啊。我看我开 D， 然后再开 Q， 然后配16人天赋那个。炮火能力直接打半条，啊！我做过，对，超爽的，我做过三次了，我丢过三次，有人一辈子都没丢过，我丢三次，也要等他出来啊！等他。远点的距离增加，Hello， 你是谁？林光邦。哦，可以给我地址吗？嗯，地址，你说网咖地址啊？对啊。天，哎、欸，忘了，松江南京四号出口。好，你在，好，问路人，没有了，我等下找人。好，你没有加那个吗？那个暴雪那个团，那个什么同乐会啊？粉丝团吗？不是，算了，我找给你看。也是一个社团，对不对？对啊，3000多人。那好像也看一样，在这边，台北是东京、南京东路二段，二楼、哦。你要去关、啊、你要关战还是要打？我，是啊，我是观众，我观众。哦对，你晚上要吃饭？吃饭。
居然有那么多人。哦哦哦！还有二段过松张力，你就坐捷运去就好了，就快。没有骑车，那离我家很近。骑车，离你家很近。对啊，15到20分钟吧。很快。对啊，哦，这里哦。二楼，干，这里是要从哪边进去？知道啊，那很显眼啊，去看外面招牌就知道。哦，看到了，好像是这里、啊。哦，还没过，还没过建国。敢绿茶叫开车去载他，这种地方就是停车位哦。我换了360度的视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停车位跟停车场，都是摩托车。你们几点大概都会到啊？他是12:05的时候要报到，所以最晚12了，大家都会在那边。然后3点，然后因为他们，是先打，然后打到冠军才会开，才会直播。嗯。11去会不会太早？不会啊，不会啊。哦，你可以，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开台。前面打个黑爪子也可以啊。哎呦，然后练一练功，然后突然就那个胜负就出来了。干，我都还没看到怎么结束啦。念宝一个不让我跟你讲话，你刚刚开台有开 RC 吗？没有。干，让我开 RC。好啦，早点休息啊，明天见。好，明天会有帅帅胖胖出现吗？胖胖一个人，胖胖整个就很帅。看到一个胖胖的，胖胖一个人是瑞德的菜，你小心一点哦、喔。看到一个肉肉的跟胖胖的，好，胖子，好啦，胖最好是有帅的哦。先休息啊，各位晚安，拜拜，拜。打八杯，八杯，好、哦，干嘛呢？